财团法人福地文教基金会嘉义分院伫咧31号是来办理的2021年教师生命成长营，参与者有来自嘉义县市各级的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，课程规划以帮助师生关心健康、关爱世界，建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作为宗旨，让有会的教育人员体会到教育工作的价值，同时也来丰富到教师的心灵涵养。福地文教基金会2021年教师生命成长营课程内涵以关公念恩、关爱生命作为主轴，传领参与学员掌握着教育的脉搏，透视教育工作成败的决定要素，展望教育的新气象。吸引各级地区各级学校的校长，各有教职员工共同来参加。最近担任着国文教师的嘉义市长吴敏辉，也特别到现场来致意。教师能够提升也是教育的提升，就像所讲的，教育是让我们深层的枢纽，是要向上提升还是要往上沉沦，这是重要的关键。当我们知道有这一股重要的力量，整个社会会更和谐。我们知道当我们现在再不努力，未来的自然是环境也好，或者整个社会环境也好，往下沉沦的时候，受害的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努力，让我们身心灵更为健康。我也要特别感谢福智文教基金会，他们多年来，在去年我参与的是企业营，今年企业营，今年来看到教师成长营，我觉得无所不在的一股力量就是社会安定的力量。财团法人福地文教基金会对1982年开始，逐年拢会举办着教师生命成长营，到今嘛已经有28届，各界正在响应，参与教育当中超过24000多人，期待透过这个课程来帮助教师来实现理念相共的动机，互相增长教学的动力，也来帮助着教师的心灵提升。联手用爱来写出着令人感动的生命故事。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三加一起彩虹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